超过四十家，我们有新化妆，可算等到你了。这里存在未知危险，请务必小心。我们收到信息，酒店电力系统啊，设施正常运转，找到房卡可以快速通行。掌握的信息太少，不行，我们必须获得监控室的控制权，以掌握目标感染者位置。电梯去二楼。
可以轻松组合成一组抛射工具。你运气不错，再去钢医室看看，也许有可以用的工具。